这就来看一下这个价值型投资人哈，当然这个信奉的偶像就是巴菲特。巴菲特都说89年来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风暴哈。巴菲特说过的话，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哈，也是看我们这两位现场这个台湾的忠实信徒，你们怎么看？在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保持警惕；别人警惕的时候，你要贪婪。不要炒股，你要买的是价值，永远不要卖啊！若你不打算持有某一只股票长达10年，那么10分钟都不要持有。我最喜欢持股的时间是永远啊。那么第4点，不能承受股价下跌50%的人，你就不应该玩这个游戏。这现在很多人可能在每天背这一句，不能承受50%的人不要玩这个游戏。你买的不是股票，你买的是一部分企业的生意，风险来自于你不了解你自己在做什么。第7点，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所得到的。第8点，想在股市从事波段操作是神在做的事情，不是人在做的事情。第9点，市场就像大赌场，别人都在喝酒，如果你坚持喝可乐就会没事。第10点，不管是买袜子还是买股票，我都喜欢在高级或打折的时候入手哈。这10点，我先问一下两位，对哪些最有感觉？这些名言，谢老师，第10点最有感觉。在高级或打折的时候，那是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机。当然，第一点是，也是你就是跟着不要跟着市场一起。当市场狂热的时候，在高档的时候，你要稍微警惕一下，你的股票有没有过高？但是呢，当大家紧张的时候，也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回头去看，2009年那时候3000多点，那是所有值得投资股票最便宜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回头看，那时候有买的，你到现在绝对不会亏。好，在勇敢在最低点的时候入场的人，好，昭宏，你觉得？我是在第5点跟第6点。第5点、第6点。对，因为我讲做投资，跟买卖股票是两件事情。你投资真的是当股东，你是拥有一部公司的一小部分。那风险来自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我觉得是。我的看法是，市场上大多数的所谓投资人都是这个样子，他根本不明白他为什么买这个股票，为什么卖这个股票，他们看的是股价，他看的不是一个公司，也不是一个股票，他就完全是看在数字低跟高，然后决定他买跟卖。好，讲存股，很多人喜欢买金融股哈，股神巴菲特现在看到是3.59亿元哈，开始抄底买银行股。明宽你怎么看？但3.59亿相对股神来讲，真的是这个一粒对的，一粒小米哦。先跟各位报告，目前巴菲特手中的资金高达1150亿的一个资金美元哦，先跟各位报告是美元哦，所以他最近对着很多的一个个股来做抄底的一个动作。对于金融股，我倒是来到这个地方有一些我新的一个想法，现在跟各位做报告。之前在几个礼拜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跟各位谈了，我说金融股不要存，那为什么呢？因为金融股对我来说，长期以来啊，台湾的金融股就是我一直跟各位报告，它个叫做面粉的利润，白粉的风险。那卖白粉各位知道吗？卖白粉那个是要枪毙的，结果它的利润是非常非常薄的。那这一波呢，因为股灾的一个修正，就跌得非常非常深哦。那跌得很深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我先跟各位报告，如果按照刚才我对于大盘的一个推论的一个部分的话，我认为金融股短期来看它是还没有到最底的位置。但是金融股今年有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现象，也可以说是对各位非常有利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今年很多的一个金融股哦，它的利率都会拉得非常非常高。那这一波先来跟各位报告哦，当美国 FED 它去降息来到这个地方的话，请各位要切记一点哦，零利率会去害惨你的退休族的。为什么零利率会害惨你的退休族呢？先跟各位谈，因为这一波各位，我问各位很简单嘛，你家里面是不是都有买保险？有嘛？你也有买很多的基金嘛？那保险跟基金它的 benchmark 最终的一个基本本质是什么？美国国库券啊。那美国国库券包括把利率都往下打了，所以代表你未来的固定收益会变少嘛。那现在这一波的市场资金是怎么样？全世界的钱都从股市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往债市去走。那债市的价格就一直跌。那因为公债的价格跟利率成反比嘛，所以先跟各位报告哦，过去3个月的一个过程当中，美国公债价格涨了60%，所以很多人会说奇怪了，利率那么低，为什么大家还在买？它不是买利率啊，它是买价格啊。回到刚才两位所说的，因为他们是存股，但是对于大资金的人来说，特别是那种所谓的国家级或银行级，他那个差价对他来说，他们几亿美元在里面是呼风唤雨嘛。但是同样的道理，回头去看，例如说以今年来说，刚才两位都很喜欢玉山金，我也很喜欢玉山金，但是玉山金今年配息也很棒。那现在来看的话，先跟各位报告，殖利率应该破10%了哈。对，今年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哦。那今年来说的话，因为昨天包括了中信金也公布了他的一个所谓的
的一个现金股利。目前来看一看，其实也都还不错，而且它的殖利率的部分的话也都非常非常高哦。嗯、那目前来看的话，架构的部分的话，我认为台积电今年的很多的公司都在所谓的一个来到这地方都在做弃息哦。台积电如果往下做修正的话，我认为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进场点。OK， 好，其实现在发现真的是很多人想要学投资哦。那其实最坏的时候往往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哦。对于一些理财新手来说呢，现在把这个我们刚讲现金先准备好，慢慢的等待，或许人生中这个可以翻转财富自由的关键的那个进场时间点啊，在某一天的这个未来的时候就会到了。所以我们也特别开一个单元啊，希望可以帮助理财小白一起来学投资。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有钱小学堂。好，我们看到这个新冠疫情这个不断全球在延烧哈，那么很多人在关心到底这一波要如何来度过防疫哦，也保护自己的这个资产的健康哦，度过这个艰困时期。那么这边有个好消息要特别告诉大家，像是星展银行，它非常重视客户的需求，跟安达产险合作推出银行界首创的为期45天法定传染疾病的补偿保险金的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艰困的时期呢，也希望可以关怀这些投资人，关怀客户，能够让大家多一份这个安心的保障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要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呢，到底你想要来这个投资理财，你想要来配置你的资金，要怎么样来配哈？理财小白要上来第一堂课，请看。里面我觉得也看到蛮多重要的观念，特别他讲到说，你要开始为新的市场预留足够的现金，不要用光你所有可以投资的资源，是的，其实蛮适合现在的情况，新的机会可能就到了，你不要用光你的资源，要来预留一定的现金。我们来看看里面讲到7个让你薪水红利翻倍赚的方法有什么呢？第一个，他刚刚里面影片提到50-30-20原则，50%放在必要的支出，30%是放在你可能想要消费，20%放在储蓄投资上面。那么这个当然是可以看个人的情况再稍微调整一下。那么第二个，注意你投资的速度，靠你的能力来选择风险高低的投资，所以大家都在问，那每个人能力风险承受度只有你自己知道，要来依照你的状况来配合你的投资速度。那么第三，设定你长期目标加速迈进，要固定存钱，其实存钱很重要，长期才可以累积到一个为数这个可观的一个数目。第四，你要聪明的分配你的资产，股票、债券、固定资产、新市场、新的市场来预留足够的现金，如果你有做好资产配置，其实现在不会这么的恐慌。那么第五，根据情况来买股票，每年要来调整你的投资组合，那么这个是很重要，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低买高卖也是现在很重要的操作原则。那么第六个，在面临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当然一定要预备好生活急难基金，日子一定要过得下去，而且要过得好。那你可以不止这个银行的这个现金放在那边，你还可以投资一些货币基金或是短期的银行存款，还是利息上面会比较多一点点。那么第七个是采取行动，这影片里面给大家建议是那个每月初期可能薪水刚领到的时候，是的，就赶快存款或是扣款去投资定期定额。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你们是怎么样来自己来分配你的资产？明宽，现在跟各位报告哦，每个人在一辈子当中会有4-5次你的财富重分配，而且你会有一倍的一个机会。我们刚刚特别举的长荣航空，长荣航空现在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可是，在2003年，在整个2008年，他们都有一次2-3倍的一个所谓的机会。对，所以呢，来到这个地方的话，你
最大最大的一个重点是要存钱。那存钱其实是每天都要存啊。那为什么月初存？是因为月初薪水会发下来嘛。但是这一波先跟各位报告，如果说庆怡的节目你每天都在看，先跟各位谈，这次如果来到相对低点的话，我认为一定会出现那种两倍到三倍的一个机会，请好好的掌握。OK， 两倍三倍哦。谢老师，你很会存钱，你怎么存钱？就是尽量不要花那些不必要花的，然后把想要跟需要要分得清楚。对，我需要的就一定得花，但是呢，想要的就不能够延后去享受就好了。OK， 不要说一下就满足自己，没事就靠。你是每个月先付钱给自己先存钱嘛，对不对？其实也不正竟然，但是就是说每个月不是很自动的就存到钱了。要告诉大家，我们有好看，我们节目越看越有钱哦，学理财可以拿到礼券哦。我们刚才这个有一个题目要告诉大家哈，刚才是不是有特别提到，到底哦，你建议存钱或投资在每个月的什么时间比较恰当？每个月时间什么时候比较恰当呢？欢迎大家留言哈，留言的话，我们每一次哈，这个答案就在影片当中会送礼券给大家哦。那么这一次我们会抽出五位答对的观众朋友，要送大家什么？500块百货公司的礼券，是不是很赞呢？好，这个时候呢，学理财还可以赚钱，有好康，欢迎大家赶快来留言，有机会可以中大奖哦。我们下个礼拜再见面，再收看喽，拜拜，祝福大家操作平安。